喊点奶啊，来吧。请前往半决赛预测墙领取头像贴，支持谁就贴谁。哦，预测他们谁会晋级半决赛？哦，在那儿呢，那儿呢，那儿。我就制胜嘛，制胜，制胜可千万得晋级，要不然显得我挑了个软柿子捏似的。我选张浩哲，啊，希望他这期好好表现，显得我们厉害一点。支持一把周老板，我支持童墨南。大家是不是都想好了最后一个要贴谁了？那我们就一起吧，守护在旁边，让领导能好好的。有请第一组选手进场。这是当时开始的地方，没想到不知不觉这么快就走到了终点。盲盒，我的天，好有意思。彩玲姐，哎呦，又见面了，又见面了。千万不要拆，这也太诱惑人了，我是不行。里边是咱们的梦想，咱们的。梦想被打碎了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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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。哎呀，啥情况啊？没有什么情况，就遣散费在里边了。接下来就是荒野求生了。千万不要拆开，我总感觉他是想让我们拆开。我要拆了。这礼物是不是？留下晋级前的珍贵画面。我们全都把这个撕掉，假装没看到，把这个拿回家。经典有机奶，每百毫升含3.8克原生乳蛋白，帮你补充备赛的能量。焦虑你就捏捏它，爽歪歪梗自来，来来来。哎呦，不是你这样会不会脱发更严重啊？啊，都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对对，送的是礼物。不是，哎，这一盒里边规则卡，朋友们。哎，我为啥没有卡呀？恭喜你抽中隐藏款大礼包。哦，啥呀？没有卡，成为念规则的幸运儿有什么用？所有进入待定区的选手将加赛一轮，争取让不让人读了我。本轮采取大车轮赛制，前七名将晋级半决赛。选手出场顺序由之前的平均成绩决定，平均分最高的选手最后登场，请看大屏幕。那我们又开场了，咱们仨并列。哦，啥意思啊，杨哥？咱俩是要 PK 吗？评分情况由选手自定决定先后。啊，咱俩谁先？咱俩的平均分是一样的。你俩决定谁先看啊？那咱俩就按这个走，我第三了。我已经没有隐藏了。我也不想接你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就这样就行。本轮比赛将在24小时后准时开始，各位需要在限定时间内进行备战，拿出最佳表现，不可能的。当你念完这句话时，24小时倒计时开始。我不念完。哦，你别念了，哥！你为什么要念？你为什么？啊！现在就念吧。你可以晚一点再念呀。你明天再念吧。语速有点快了，语速有点快了。阅读速度跟往前一点儿。一目十行，有点。留给各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可以各自前去准备了。好，去准备了。东西带走是吧？带走。毕竟时间也不多，觉得我可以说一些新鲜的角度，但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就好，就把一切呈现出来就好了。这是我们的写稿工具，你咋样？应该还可以，还行，比较熟，但是我改的真的很难记起来。那三个是不是还是多了？多了。第三份我都记不太起来。明天一定会有一篇稿子，我相信这个 deadline 的力量。没有信心，因为在这个情况下
我反倒就是我不想想什么梗得怎么密，情节得怎么反转，倒叙还正叙，就想说点我真实的感受吧。也不是很满意吧，因为这几场自己比的就不是很满意，因为在我的预想里可能要么就是淘汰了，要么也不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进到下一轮。我的稿子现在就是来气啊，人家都说生气是自己无能的表现嘛，对自己无能的气愤。你看李老师，家门也回不去，这个傻鸭子还在重复我说话。这玩意儿送过来有什么用？羞辱我吧。我还是最担心蒙恩，因为蒙恩前两场状态都不太好，还是希望他赶紧能找回状态。我觉得睡不了觉了，我其实已经很困了。因为我那个稿子我觉得一般，之前就有那么一点存货吧，就紧张不太好。左手边第二个隔间，左手边第二个隔间，左手边第二个隔间。因为心里头有个事儿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那个稿子他没完成，你就心里就睡不踏实。因为我跟他有约定，就是如果谁赢了的话，谁就帮输的人改稿子。其实还是有点担心张浩哲，因为张浩哲我感觉整个人状态特别差。你干啥来了？我陪着他，陪着他，他陪着我，他不陪着我就自杀。算了，我觉得这情绪非常不稳定。现在我就是屎，我情绪非常不稳定。反正是最后一期了，我也想改变一下，想在这个台上换换风格吧。就是底收不住。对，那想想最后能有个什么？我现在就害怕我上台之后会变成之前的那种风格，我在台上会变得很严肃。这一次呢，我可能想轻松一点，这个可能说会是一个很失败的尝试。对，今天就感觉就是那种感觉，不顶，没有顶的点。这一次的东西未必是特别的爆炸，我可以演得很好，然后也可以演得很糟糕，非常不稳定的选手。我觉得今年没有任何选手是你能小看说他绝对不行，尤其是已经到现在了，都很厉害。我还是想着总决赛能和广智再次会师，这一场拼死一战的感觉。观众兴奋啊，我就兴奋，不论输赢能够对得起观众。你既然已经这样，你就坚持到底才是好看的，破釜沉舟吧。这个时候最不能缺的就是信心，就是把它当成最后一场来比。一定要努力了，搏一下，争取败不复活，鲤鱼跃龙门。